豪鼎公司成立在1987年，啊，创立初期我们是以做鞋底加工为主，后来我们也增加了脱凉鞋的生产制造，还有开发功能性的产品。我们豪鼎公司有鉴于环保的问题，早在几年前我们就投入经费做设备的改善，汰换了耗能的设备。所以一个永续经营的企业，除了对社会做出贡献之外，还要懂得如何保护地球。未来我们豪鼎公司会继续的做节能减碳，为这个地球做一份心力。这套是我们的 EVA 射出机，它是做脱凉鞋的制造，传统的它是用旧的传统马达，现在我们这一套是改成新的伺服马达，有在使用的时候它才会运转，没有在使用的时候它就没有在动，它就不会耗电。再来它的油温就不会提升，机器的寿命也会增加。自从这个设备我们更换成伺服马达的时候，我们有测试过，至少节能超过 30% 以上。节能用心做，省电做未来，让我们携手节能减碳，Go台湾。